来关注比赛。这一场混双比赛呢，也是预选赛的32/2比赛。这是一对双骚组合，经常出现在一些商业赛场。原来呢，也是代表土耳其参加了伦敦的奥运会，并与张继科相遇。那么在2020全运会的女双。 乒乓球决赛当中啊，时隔这也在22年1月啊，是宣布退出了国家队。 王博率先是拎了中线一个位置，但马特往侧拿了一板，这球没有想象中。王博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，尤其在处理这种关键球上，在线里的选择上。现在王博和车小希拿到了第一局的热球，而比作刘斐。 这一板还是脚下的位置没到位啊，没有办法，这球只能是力量给他。第一局开始啊，一直守着正手的这条直线，效果打得还不错。马特肖的这个球太靠近底线了，不行倒板。 正反手都能有进攻性，接连几个上手啊，都没太吃准旋转。这球也是车小希率先的发动，王博的这一把跟打。 马特是真的很能扛啊！其实打削球还是要判断削球手上的一个变化，包括他的选择1比7，马特和刘斐把比分拉平1比1。 这球马特削过来，这板球还是真的太赚了。这球打的还是有些着急，看似是急，来看一下这回放，拐了一下，正好拐到了王博的板边上。
点上来说，马特和刘铁还是扣的比较细，球给到一板，这球很转，漂亮，把那板高掉，拉住，别着急，找机会，前后调动，1-7。哎，我的，裁判也是和运动员之间沟通了一下。漂亮，这个球拉得长，16，连续的进攻。